那只厉鬼应该离开了小孩子，但还留在这种大厦里。哦，是啊。啊，保洁队长，啊，附近有没有小7-Eleven？小7-Eleven，7-Eleven，有有有。赶快去买一瓶护发素回来。买来干什么？你发质枯黄，头发要开叉，应该是叉一叉的时候了。你在说什么？冤魂最怕见到容光焕发的人，叫你把头发弄得漂亮一点是绝对有道理的。哦，拿500块来。500块，啊，有有有，喏，多谢。 你拿钱干什么？给鬼用啊！不是，是我没钱坐计程车。你说话怪怪的，是不是有神经病？没错，他是神经病啊！这个王八蛋每次请我睡觉就排溜啊！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！我要回去啊！我跟你很谈得来，一起回精神病院再聊聊吧。来吧，不要啊，不要抓我啊！